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讲，正下弟兄们，大家嘛高早。现在去，和咱做个撒卡来看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。我的兄弟啊，那有人讲家己有信心却无行为，有啥物益处呢？这个信心会当救伊吗？过去这两礼拜，咱拢咧讲着要安怎成做一个学生，咱真期待盼望的，就是咱的信甲咱的行为所表现出来是会当相像。听是需要行动，信心是需要行为才会当来成全。当咱受洗加做基督徒了后，咱回应着上帝一听，咱愿意和咱的人生和伊来管理来锻炼时阵，安尼的信心究竟会当继续多久？有将孙要稳定着咱参加着团契、参加着崇拜，都非常的困难，兄弟姊妹。如果咱那里外在的聚会中间无法度来回应着主的听，那安尼，咱要安怎将咱的活命完完全全交伫主的手中呢？伫困难的时阵，伫危机的中间，伫咱祈祷还未得到上帝反应的时阵，咱的信心的回应是如何？咱会当平静安稳、充满喜乐，阁继续伫阿罗上帝嘛？所以。在这段圣经的中间，我一边提醒着我，咱必须活出配得咱信心的行为来。当然，信心永远都是排在第一，先有信，所以咱用咱的行为来回应，并且来印证着咱对主的信靠，和信心锻炼着咱对头前面来行吧。做回陪伴咱的心，明仔载会继续爱敬拜上帝，阿头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来到你个地时，阮的宝座前，感谢你提醒着阮，阮所蒙受的恩典，甲着阮的行为需要修行。愿你帮助着阮，用着外在的行为来印证着阮内在的心，和阮定睛伫你、倚靠伫你，知影阮的一生除了你以外，并无有第二个神。愿上帝灵帮助着阮，激励着阮的兄弟姊妹彼此鼓励，奔跑这条天路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加你的一家。